他们有阳光，不行，不行，你要 完全还是要有一点点阳光温暖、啊、通风，然后有点阳光、啊、也不能说完全阴暗，所以在房间里面是不 OK 的。 它不是完全没阳光，是日晒，没有日晒、嗯、它不是，它还是有光，它有出入口吧，有出入口，那就可以、啊、有出入口、嗯、只是它阳光晒不到，这样子而已，只是比较它还是有光、嗯嗯、只不过它是、嗯、它不是那个太阳可以直照的啊，到前面是太阳照到它。